今天呢，要来开箱，跟他分享一个比你耳机还要贵的耳机线，就耳机线而已，连耳机都没有，就比耳机还要贵，这我买过最贵的耳机线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算是升级吧，就是更新我旧的耳机线，因为旧的耳机线用久了，它就黏黏的啊，然后好像有点就是已经都碎掉，那个有胶啊、橡胶、塑胶的地方都已经碎掉，所以我们就想说啊，直接买一个新的耳机线呢比较快啦。